我们这一次选择这个 STARIO 这个品牌，因为其实不是日本第一品牌，它是世界的第一 STAR 站电品牌呀。为什么讲它是全世界第一的那个 STAR 站电品牌呢？第一个就是他们是第一家发现并大量生产那个 STAR 站电作为保健用途的公司了。然后他们也有30多年的那个时间去研究这个 STAR 站电，还有就是不断的去创新这个产品啊。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技术，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跟那个精力去研究这个STAR 站定了，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那些研发啊、临床科学啊，都是排名第一的了。然后这个 STAR 呢，它也是有70多项人体临床的那个研究支持，还有就是还有13项那个疾病治疗专利了，所以可以讲是非常的安全，还有就是可以证明就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了。然后这个 STAR 呢，它在美国和瑞典都有那个生产基地了，可以确保就是他们的那个质量还有那个产品纯度是非常的高的了。然后当然它的那些认证啊，有 USP 啊、Non-GMO 啊、ISO 啊、HACCP 啊、HALA 啊，还有 Kosher、NSF、GMP 等等的都非常多，那些认证都很齐全了。Newbie Functional Recipe。